这是一对非常特殊的夫妻，妻子比丈夫大四岁，两人走在一起时，女子19岁，男子15岁。女子的审美眼光远远超越当时的男子，每次出场的装扮都走在时尚的前沿。比她高贵又漂亮的女子与她站在一起时，气场上却远逊于她。同样，她胸怀民族大义。1931年，她鼓励团结抗日。可惜，她只是一位女子。当丈夫被软禁后，她将儿女送到国外，毅然回国照顾丈夫。夫妻注定难以守在一起。几年后，身患重病的她不得不到国外治病，并照顾儿女。